开场白。我们当然是想要先要不要。你开始了吗？嗯。吓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想好要讲什么。太难了啦！好好，三二一。今天是我们组的第二天，然后昨天玩了很精彩的狼人杀，然后我好像一直睡着。OK。Go。Go。赞。今天也是起得挺早的啊。我们今天要去逛街，为什么？这每个妆感都这么好，这一定是去逛街。好，然后今天天空很蓝，昨天有人跟我说今天会阴阴的。看看这个天空，真的拍不太出来，比这再蓝两倍。真的要用眼睛去感官那种，如果一个非常纯的蓝色去配什么东西，我觉得都还蛮好看，尤其是天蓝色。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逛街日。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好不好？哇！刚差点跌倒。好的，总而言之，就是我觉得今天是我的一个非常开心的天。看到了 Catalina Island 最美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开心。例行公事，有没有拍照？再带大家去看岛上大家没看到的地方吧。好的，你要转哪一个？我要转这个有地图的。嗯，你比较喜欢地图就对了。对，可是我现在有个问题，也是我没零钱。哦 ，Hello， 我有啊。那我给力，感谢月灵。拜拜。我们现在这个态势就是去借我们的脚踏车，对。但是呢，那个我们不知道说电动脚踏车在哪里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先到我们岛上的一开始去找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在脚踏车这里了。然后它这里是七段变速的，是一个小时是10块，然后一天是25块。登山21段变速是12块一个小时跟30块一天。电动车的话是需要21岁以上，一个小时是20块，然后一天是60块。先贴心提醒大家一下，要借车子的话要带护照。
街呢，应该算是一个住宅区。我小声一点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来这里想要拍照，我觉得这里会是一个好景点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另外一边，也就是岸的左边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非常漂亮的景也是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旁边呢是一个山丘的感觉，所以山丘旁边又是海，海旁边又是山丘，所以我觉得是蛮漂亮的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了东岸，然后这才是真正它这里原本的海岸。我最喜欢它那个石头，所以在海浪退去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石头疗愈的声音，有没有听到？这是我见过数一数二是石头的海边这么漂亮的，因为天空的蓝，所以让这里的海的折射非常漂亮。我十四分，哇，赢了，耶！可是好，哎、欸，好空虚的，好空虚的胜利哦。赢了，差点第二名的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，差点。我第一名，我的第一名哦。哎、欸，你还可以继续玩哎、欸。还要玩哪一个？这几天其实很开心，原因是因为原本是期待它不期不待，因为它可能会是一个阴天，觉得可能也没有这么漂亮，可能名不副其实这样子。但是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岛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漂亮，漂亮到现在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，很开心。虽然说花的钱蛮多的，第一船票70块，饮食也是贵，然后住宿。脚踏车也是贵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在我心目中，他有一定的回忆，让自己真的玩得很充实。因为累就代表很充实。那么今天影片要在这里结束喽。还想知道更多家中的旅行，那近期锁定我们旧旅行好不好？我们旧旅行下次见，拜拜。